我为什么要不断的呼喊着要统一呢？统一才能救台湾啊，统一才能够促进两岸的同胞的真正的福祉。看得太清楚了，当大陆的天问一号在降落火星的时候，台湾是在处理哇，我们今天多少病例，然后今天晚上是不是又要停电，然后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会不会停电，而且现在是在停水的状态下。这个对比太残酷了，可是也是太警醒人，就是你要不要一个我们可以登陆火星的一个未来？台湾难道没有人对登陆火星有梦想吗？我们台湾人不能够参加入我们复兴中国的这个伟大的运动吗？那大陆当然不完美啊，全世界本来就没有完美的地方啊，完美的地方在天堂啊。那我们台湾不就应该运用台湾拥有的一点点微薄之力，我们努力的让我们的中国更完美，不是吗？这不就是我们未来的，我们可以引以为豪，我们可以骄傲的事情吗？